啦？哎呦，在等电梯了啦！都8点半了，国中、高中都没在迟到，一上大学就开始迟到。好啦好啦，大学谁在管迟到的、啊？从小到大啰里吧嗦。好好好，不念了，我在教室门口等你哦。你干那么久啦？是去哦，那你看，新买的。哎，戒指很大，卡住。你戴这个啊，这个比较好看。比较戴得下，超便宜，这多少钱？这个我记得才100多块，200多块，100多块，超便宜。哎，那我向你带两只走。哎，不错哎，真胖。我们要坐哪？下课，这堂课要分组哦，大概4到5个人一组，报告占比很重，所以要认真做。哎呀，你要跟谁一组？我想跟的人。我想跟刚刚那男的一组。同学，你们有组了吗？哦，他想。我们还没组。那太好了，我们之后可以一起讨论作业。你也喜欢小虎队？你喜欢吗？喜欢啊！你有听过红蜻蜓吗？红蜻蜓我没听过哎，可是你有听过那个金苹果乐园？我有，他。同时听你们聊。哎，你等我一下，我们同一堂哎，我们下次聊。你要下山了？对啊，超巧的哎。那个什么学长说，下面有一间什么，不知道什么冰店，很好吃哎。对啊，你要一起去吃吗？哦，好啊。好，那我们下山。哎，你怎么在这？不是说好放学一起吃饭，现在排队吗？你跟他一起吃冰，我们只是刚好遇到。你明知道我对他有兴趣哎。哎，你不要走啊！哎，来不了了。